耶耶耶耶彩蛋，我了，我干嘛？还没啊，快往上啊！这真的很好看，有那个亮粉。哎，三六幺也太多人。很不幸的抽奖结果，两个都很爆单。跟个玩。玩曼迪。噔噔，赞助者之一，因为他有文化病，耶、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买的这个邻邦的咒术福袋，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大子弹，然后一个大力牌，一个抱枕跟一个军牌。主要呢就是想要这个大力牌，它有30公分，是有5条物跟下游结的。拿到我的沙兜路，超级好看，然后真的就是很大。军牌项链我也非常幸运的也拿到了5条老师的，那就是有2块军牌，是长这样的。抱枕的话，它就是有虎杖伏黑款跟5条定期款，拿到虎杖跟伏黑的，但我也非常喜欢，因为虎宝也是我非常爱的，很可爱，在吃棉花糖。另一面是伏黑，也很好看。我觉得抱枕的话，就是因为4个人我都喜欢，所以抱枕就 OK。这次的主要的战利品，剩下的话就是还有刚刚看到的野兽国的徽章3抽，幸运的抽到了3个不一样角色，跟买了一本这个零的日常的漫画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先坐在美食街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呢有预约柯南的咖啡厅，在那个3创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开心的动漫一天，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吧。哇，安子。这是我们这次的纸张，餐纸跟我们的菜单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是要吃这个暗示，然后妈妈要吃刺激，然后子怡一定要吃黑暗组织。贝蒂，你真的要黑暗组织？对，他要挑战暗黑咖喱。我们餐点卡 ，Oh my god， 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太好看了，这个你等一下再拆。对，那个等一下再拆。好，我要先开始逛商品。好像跟刚刚曼迪里面的东西差不多。为什么只有这个？猫手。跟曼迪摊位的商品差不多。可爱娃娃，可爱娃娃。哇，刺激是最少哎。对啊。徽章。而且也很限购的。不是，安氏的已经卖光了。有他的吗？有。
视频。狭路相逢，这是我的冬瓜柠檬，是芒柳气泡饮，那妈妈是可比斯披萨。小兰，你还蛮好蛮好看的。很惊讶，最后一站换你了，请你一定要开出安室，你没有退路了。Zero， 我想要的，黑暗组织耶！今天的战绩可以，我觉得满意。杯垫有抽到一个有暗示的，我是暗示餐盘，反而是这个看起来最好吃，哪有？这超香，对，然后这个也很好吃的样子，好美味哦！哦，你喜欢吃吗？嗯，其实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意大利好吃哦，但是你嘴巴黑。嗯，薯条好吃，长得像子弹。嗯，你有表吗？我没有发现。他发现不错啊。嗯，好吃的。哎，他煎米花超吃起来超像肉。嗯，哎，我当面问你很好看，完食，乱消费，妈妈买了一个抱枕。我们看看刚刚得到的三张特点卡，特点是有一点那个，有一点纹路的那种纸。第一张这个喜欢，而且有安室刺景，就大家都有。第二张，琴酒先生。第三张，哀家。这样三张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影片了，就是我去曼博还有柯南咖啡厅的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一天，充满着二次元还有帅哥们。曼博应该还有三天，对，然后柯南咖啡厅是到8月10号，所以大家有空都可以再来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最后别忘了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